是外地的还是本地的？是吧？今天能感觉到我们今天好像像在一个深秋时节哈，而且我都穿上了冬天的衣服啊，我真希望再能够表现得更好一些，能够不负大家的期望啊！再次感谢朋友们来到美丽的宏远啊，跟很多人一样，我也是第一次来这里啊，非常的开心，然后心旷神怡。 严格来讲，这舞台今天已经是第二次了，因为我们昨天晚上彩排的时候已经凌晨4点了。在这样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演出，很开心啊！我已经忘了，已经穿越了，现在忘了什么季节了，好像夏天和秋天已经直接被省略了，直接到了冬天了。今天我的状态应该是比昨天好一些啊。 而且我希望今天所有的朋友能够多给我们台上的音乐家一些鼓励，因为他们正在忍受着高原反应。
下面这首歌献给美丽的高原，献给所有的朋友，美丽森林献给你。是一场规格很高的演出，因为很少有在第二首歌时候就放烟花的啊。下面这首歌曲是一首我根据一首西班牙民谣写的一首慢歌，送给现场所有的姑娘们啊，叫玛利亚兄弟。
好校园男主啊。在那最高的山巅，也曾遇见过幸运，生活过得不艰难，纵然有一些遗憾，终究会释然。唯有每次想起你，忧郁从心底蔓延。你曾拥有的青春，胜过今天的花朵。你几点了？
个灯晃得很。谢谢啊，能够尽量多唱一些时间，能够跟朋友们多待一会儿。就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穿皮衣穿弹吉他。
我当支架了，一直架在我肩上。其实有一首歌以前也唱过几次，但我觉得来这里一定要唱这样的一首歌曲，因为跟此刻的天地，跟所有的朋友，跟这里的阵阵芳草的清香特别吻合。血流众生献给你。几句路上走不去。
我觉得在歌声中一定会有很多温暖，尤其现场的朋友，我一看很多人好像很面熟哇。一般我都会在演出前看一看这个网上的信息，谢谢朋友们，每次都是为我东奔西走啊，也花了不少钱，准备了这么多可爱的灯牌啊，谢谢朋友们，再次感谢你们，聚起来吧。也有看很多人说，虽然坐了很多的也坐火车坐汽车坐了很远的路程来到这里，当看到山看到水看到河流闻到花草清香，觉得这里一切就都值得了，是不是？尤其是一些朋友可能两三天之后第二天之后能够高原反应有所缓解啊，我也感到很欣慰，因为大家的安全是最重要的啊，希望一会儿特别冷的时候可以互相彼此拥抱彼此取暖啊。我想抱你，谢谢。咱们抱团取暖。的世界继续不
你可知我又开始想念，有多少爱恋竟是无处安放，冥冥中什么被改变，月光如春风拂面。谢谢。你们听的是坏的吗？我觉得有一点，就声音很稀里啪啦，声音根本出不来。天哪，太过分了！他喇叭都破了，唱的。你敢负这一场告别盛宴，不知众生足迹间如此悄然。
这个天有点冷，刚才谁帮我写弹奏发言？不知道朋友们在底下是否听得起我们的音乐啊？听不清。在我的怀里，在你的眼里，那里春风沉醉，那里绿草如茵，月光把爱意洒满了湖面，这一生一世有多少你我被吞没在月光如水的夜里，多想某一天你忽然出现，
是否能看得清楚？看得清。
나타나 리드 거면 리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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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声音挺大的，应该是这期想要唱的声音，这个旗子到底是谁？所以朋友们，是了结束了，阿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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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阿康。
的音乐家，来自中国好声音的微棒的乐队。而且今天我要多说一句，今天是我们的吉手评委的生日，生日快乐，祝他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礼物一会儿已经准备好了，一会儿再给你，谢谢。我们的队长吉他，还有我们美丽的手风琴演奏家吴琼老师，来吧，还有其他更多的帅哥，你们自行带领吧。我们一起上上，谢谢了。我也要起，我也要起。来到这么一个难忘的地方，朋友们，我们后会有期，谢谢。